今天老丈人过生，必须要送来份礼物。经过我各方面的对比哈，还是只有这个东西是最实惠的，大家都可以吃，还不得浪费。人家老丈人喜欢的就是肥高高，经济又实惠的东西，最巴适了。这坨肥不肥？哎，这里还有坨安逸的，看哇。哈哈哈，哪儿吃大脑骨了？要不就是梗坨嘛，吃坨巴适的很。算了，梗坨。安逸啊！让我老丈人吃。那你给巴适很了，那最喜欢的坨坨肉。我整块二老舅的，这个二老舅给你那种那挺安逸的很。大碗的，称一下，七斤三两，够来吃了几顿喽？还是、哎、你们说我送你这个礼物，我老丈人会不会很满意？老丈人，今天你过生了啊、哦？哎，过生过一生喽。对，送份礼物给你，朱姐。你要过龙大头猪。安逸不嘛？哎，老板，你说饮居不舍本。世上都那些好吃的，哎，朱姐。你去把现在烧不乱吃喽。咋关？你还留着一个人悄悄吃啊？不是的，二姐我打了电话，那时候他们晓得安排。好嘛，我给看一下喽。还是我女婿好，我替龙打牌出来。二回来了我煮给吃。二少爷，弄饭了没有？早饭吗？晚饭吗？早饭吃过，晚饭没弄。不是说你有安排吗？女婿，你要叫少二，我就给你看哈。我姐姐今天有点空落落的。啥子意思？一来你就按照鸡圈看。哎，你不管嘛？啥意思啊？你老子想买鸡苗、秧苗回喂鸡，但是资金周转不开，还想想办法。老子儿，我听那二少爷说你要喂鸡了嘛？你要喂好多家啊？喂好多，我准备喂破的跑三姐，这后边就别破。二少爷结婚了就好吃是吧？哎，那都不说嘛，反正啥子了肯定要啥吃噻。老子儿硬是对你好，硬是喂的鸡呀嘞，要给你准备办婚礼嘞。我现在都不咋得很，就么子啊，还得学科学啊，嘿，几乎来都不来待见一下。嘿，肯定化着妆来吃饭了嘛。你安排到哪里哦？有几桌人了？那你要想吃了噻，一桌人嘛，几桌一桌噻。标准还是整那个哈。啥子啊？人均200啊？你要个规格化，整的有点高了不？那你要吃好哦。哇塞，200，标准太高了哦。哥哥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都约。又不好弄饭的，场地又窄，只有在外乡随便吃点儿。要的，只要是你安排的，哪怕吃点豆花饭，我跟你说都香。那你去接你姐姐哈，等会儿我有事我也出去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去。我喊你姐姐，我打包点儿。我喊你的哈，不要说我没喊你吃饭，自己不去喽。好嘛，要的。不送我，我忙走，走，妈，吃饭喽。燕儿，今天你外公过生，你们送礼物不？啊，这是送我们的。你把儿童节的蛋糕送给了、啊，哎，好嘛。外公生日快乐！外公，这个是老师画的。给我做生日蛋糕了，我们打好吃不？好。好。说话快点。再讲两句不吧？哎，今天我女婿上了重点，没来吃饭。哎，说啥子？我没来。我也打个耳朵去吧，今天拿了点钱了嘛。要拿点的吃，但你欠他钱，他赶紧开收喽。要的要的，你这个开这个公司，我走了就算。来来，说你办生意啊？来，人家女婿买点肥板板过来，人家腰有坨肥板板。那都可以。嘛，等你要没有噻，那也得很。你看我出这西钱，我扯的哈，但老子穿不不够，你要问哪样？哎，你别乱说，你拿的钱是老汉帮我穿这个，我都拿的哈。我还多一顿吃，所以说你说。这是我的农村人吃哈没平摊了。那你要是吃点，你就谈得过噻。你还没开人气，那成年点落啥不下是不是？等下你开人家。啥子意思？你我扣了，你就是。哪里啊？我来当坏人。你像你家老汉儿不像你那些，你三比三吗？你家老丈母，还有你妈是不是嘛？我们都包来吃的。哎，我没喊你开人气哦。我意思就要我的饭都吃了，积极主义积极节，那你表现再请我们兄弟搓一杯，如果可以。哎，可以啊。等到我过生来嘛，然后你要是再送我送过的礼物，我也送。哎呀，不送珍珠给你了，你那天说。来来，不说笑了，我们还是跟老人说一声生日快乐。哎，不要。